银纯真宋大平。对，看一个封一个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在虎牙主播之间是不能互相攻击的。如果呢有哪个主播互相攻击，你们举报一下，他永久封号。就比如说有主播攻击我啊，在麦上，就是说主播一直在骂我的话，会被永久封号，冻结所有资金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就比如说我骂别的主播，哈，我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指名点姓的骂虎牙的某一个主播，我也会被永久封禁。那样都可以举报，永久封禁，冻结所有资金。他们有些主播可能不太了解虎牙规矩，你这个东西这样带乱节奏可以直接封的啊，也直接封的。这边人蛮多的。我骂包皮王啊，他是我小弟啊，他骂很正常，他是我小弟，自己爱吃的小乌龟，小弟骂不就骂了吗？对吧？那能说什么呢？谢谢讽刺，而且他们很多都是我小弟啊，啊，就说不就说了吗？啊，谢谢无敌。噔，这个游戏僵尸战争，啊，这跟 Daisy 一样，有很多老外，然后这个打僵尸，然后末日嘛，啊，末日呢，我去捡点枪，去那房子里面捡点物资去。You have a join offer， 武器。这什么服务器？加入这个服务器，行尸走肉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吧，也可以这么理解，行尸走肉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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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走慢点，人家僵尸看到我了。前面有个僵尸，我用拳头把他揍死了，有点卡啊。干他头，加了五点经验值啊啊！尼玛，啊，谢谢点点送的萌。我来这个房子里面看一下，周围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人。你散撸不就散撸吗？啊，等我去撸 boss， 我撸他头，他打不到我。这尼玛什么都没有啊，这屋子里面。哎，对面的屋子看一下。那边好几个呢，好几个房子呢。这是打老外吗？那不都老外吗？那么多，都老外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。你说呢？你觉得呢？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。你都老外啊？啊，这地图啊。地图我在这里的，这里是我。往下面走就到警察局了，警察局那边有枪。啊，也可以捡到车。毛都没有啊，毛都捡不到。哎，啊，对了，你们谁知道红楼的位置啊？红楼忘记红楼在哪了？红楼是物资最多的地方。但是老外最多，老外很多，在一个城市好像是，那边有僵尸，好多。红楼是在哪个城市来着？忘记了，在几号城市啊？
号公路、六号公路、七十号公路。旧城区是吧？旧城叫什么名字？忘记了。我要找红楼。他应该看不到我，我走慢点，他看不到我的，听不到脚步声。我走这么多，那你过来单路了，单路。单路我不虚，就路头。我左边的话白条，左边白条是食物，右边白条是水分，中间这个人是血量。啊，他没看到我。我进这个房子，你们看一下，随便拿个武器也好，墙都打穿了，那必须的，无敌啊，神呢？哎，妈的，我还以为东西呢，原来是一撮草。谢谢楚大注意身体，送66荧光棒，谢谢。哎呀妈，这个消防车。不让去呢，谁呀？哎呀，什么玩意？我操！我捡了个绷带啊！不错啊，这绷带可以止血。如果被僵尸打出血的话，会无限流血。这个绷带还行，绷带。这屋子里面咱们要不要进去啊？每个屋子都可以进去啊，但是有时候吧，也没有物资。我进来看看吧。那说不定运气好拿个东西呢。哎，看到没？啊，我操，手榴弹！哈哈哈哈哈哈。哎我操！哎，什么玩意？我不捡了个手榴弹吗？啊，药罐子。这个大箱子开不了。没食物。妈，手榴弹呢？我操！不是，啊，奇怪了，我操，奇怪了，我怎么不能换拳啊？我说那么爬过去，这僵尸应该看不到吧？爬过去，他在我面前，他看不到我，对吧？没有声音嘛。哎，那边那个屋子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呀，哎呦我操！这什么玩意？这不是手榴弹吗？这什么玩意？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这个小镇没有人？当然没有人，城市很大的。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很大的。哎，小卖部啊，有零食。谁呀？扳手，妈的有武器了，扳手也行哈。辣条，食物，就是没有水。扳手也行，我不嫌弃。扳手也行，
谢谢霍帝，谢谢云梦帝。杜蕾斯，杜蕾斯，什么鬼？我警察呢？哎，这边有没有东西捡啊？哎呀，又拿个重型武器就好了。我操，什么东西？哎，维修的，维修用的，修东西的，砸箱子箱子。哎呀，我操，直升机啊！我操，你们说我运气好能不能找辆车？我看我找辆车，直接撸爆。我能找辆车就好了，找个飞机也可以。哇，这地上有药丸、绷带、药丸，我操，好多啊！药丸，这绷带跟药很重要。啊，这边有人打过架，放了个路障，继续路障。有人打过架，谢谢七分狠送浪。哇哇，辣条，我擦，警棍。不是警棍啊，手枪，这他妈是信号枪吗？哎，水可乐啊，油吃的了，可以开车，可以开车，可以开车。牙膏，谁看到我了？那是 boss 吧。操，我就知道。哇，哇操，掉那么多血，你妈。行了，不骂了。哎，再打一卷绷带吧。哎呀，这垃圾信号枪，我尼玛，我不要了，我操，我不要了，有什么用？这他妈有什么用？丢了，然后不要了。我他妈，我还不如用那个什么东西？不会包满了吧？包没满啊？这什么地图？完了，捡不了。我操！不要，这么多食物，食物不缺了，再喝瓶水。就这样吧，虽然有点浪费啊。哎，我操，又刷新了，这个超市又刷新了一个帽子。好，戴上了帽子。
666国人加 QQ 群，国人加 QQ 群啊，有中国人吗？哪个是中国人啊？EB 没有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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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小日子走起了，马上我的小日子小生活就开始走起了。哎，左边这边看一下，哎，这个车好像可以开，那有背包，我操，有背包，那背包是怎么带的？这么带的，把这背包给丢了，垃圾。小熊背包，这车不能开啊！找个车啊，前面看看。找个车，我等会去那个，要不要去旧城啊？这边还有一个背包，我操，不要。背包带东西多啊，16个。刚才那个小背包根本就没有用。哎，这边有个大箱子。大箱子干什么的？我操！随机抽奖，抽到一把 RPK74。这他妈这牛逼啊，这牛逼啊，100发子弹啊，100发子弹。哎，这个是真牛逼，这个真牛逼，这小扳手我都不想要了，小扳手运气不错。哎，这个枪是怎么切换点射的？枪按哪个键切换点射？忘记了。这边还有很多路障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我操！抽到了什么？抽奖的，哇，手枪！哇操！我怎么听到鸡叫的声音了？是不是鸡叫的声音？起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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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了。这个枪好像不能切点射啊，不能切点射。真起来了，等我去操老外。谢谢郑凯送的1314老司机，非常感谢我们的郑凯对主播的支持，谢谢。咻！我尼玛，子弹又不多。打一个才5点经验值，我要打100个啊，打1000个，尼玛，我才能升级。那非常感谢郑凯，谢谢郑凯。嗯，游戏名捡垃圾啊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哦，哦。啊，非常感谢我们的郑凯送的2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郑凯对主播的支持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我现在还有81发子弹，我要再打扎尸的话，我感觉会浪费子弹。还是换成扳手，用手撸啊，用手撸。
看一下，我去对面的警察局吧，去那个城市吧，下面的城市比较大啊。红楼是在哪里？旧城区，旧城。我过去了。这游泳的姿势为什么这么感人？哎，等我就用手握，就用手握。小鸭子下水，这些真是小时候。好，那边下去看看。垃圾游戏啊，还好啊，游戏还好啊。这个游戏，就跟方舟啊、Daisy 啊，还有什么腐蚀啊，差不多都一样的。谢谢薄荷嘉宾送的三组六六老司机，但是他不能作家，对，不能作家。没有所谓的操家，只是这个打僵尸啊，收集物资啊，跟 HEZE 跟 DAYDAY 一样。世界末日嘛，世界末日。我现在刚才看了一下，好像现在没有加州服务器了是吧？没有加州服务器了吗？哎，前面有个断桥，如果我能找到一辆车的话就好了。啊，谢薄荷嘉宾送来的老司机。啊，地图特别大，哎，那边好像是一个城市，去吗？不过城市里面可能有 boss， 可能有狮王。狮王的话，我是干不过的，把我秒杀的会。啊，可能会有老外在那边，我要被老外爆了，我就完蛋了。浅蓝，浅蓝你在啊，浅蓝。你在哪？浅蓝，你在哪？我在 C 城 ，C 城 ，C 城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你这里有喷子啊？喷子没点用，你要有狙击。你打老外也有狙击，没有狙击没有用，狙击最牛逼。有喷子，你想干嘛？啊，你想干嘛？啊，有喷子，你死了？你怎么死了？被老外打死了？啊，你是被老外干死的吗？啊，被老外干死了？被抓了？被什么抓了？被僵尸抓了？哇，这城市楼好高啊，你们肯定很多物资啊。被抓了。被老外抓了。来，你来这个城市，来，来这个城市。来这个城市啊。哎，有老外。老外，哇，他这上面有东西，上面有物资。谢谢 ABCDEFG 送的999老司机，非常感谢我们的 ABCDEFG， 谢谢。嗨，蓝。这个不要，牙膏也不要，不要牙膏干什么？剪刀。哎我操，有枪！哎我哈哈，有枪！啊，不是枪，木板、铁丝、平底锅。我操，平底锅。
平底锅应该比扳手好用啊。好吧，平底锅，平底锅吧，比扳手好用。扳手没点用，太小了，扳手攻击距离太小了。平底锅这样敲头的话，打僵尸爆头率特别高。这边还有绷带，我操，医药车旁边好多。这个绷带跟药物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绷带跟药物，近战神器，神器谈不上。哎呀，我操，警棍！哎呀，我操，狼牙棒！哎呀，我操 ，AK，M4。哈哈哈哈，我觉得好多哈哈哈哈 ,MQ, 哈哈哈。哎呦我操，好多啊这城市里面。哎，发财了发财了。罐头。这样不怕饿不怕渴了。我还有好多可乐。等会整个大包包就行了。这边不能掉下去了。能掉下去，加油站，浅蓝能不能搞辆车，搞辆车过来接我呀？啊，浅蓝，能不能搞辆车过来接我？能不能？那能不能搞辆车过来接我？狼牙棒，哈哈哈哈，狼牙棒吧，狼牙棒还不错。我去，我在这个城市啊，能过来接一下我？有没有老司机啊？有没有这个游戏？哎呦我操！我还以为有人射我呢。招待不要，有没有老司机？牙膏、船脚、撬棍，我上楼看看。哎，临时药，有没有老司机？有没有老司机带一个？有没有老司机？你在弄存，你在农村，这里好多物资。你在农村啊，我在城市啊。你来城市来找我，不要在农村了，这边物资更多。你在农村干什么？谢谢菇。啊？城市套路深，城市套路深，哈哈啊！城市这边老外多，外国人多。哎呀，不虚，等我杀个老外，等我杀个老外，我他妈把老外屋子抢了，人家赚了。没事，有我在呢，这上面上不去了，我下来吧，你看。我这摸了很多弹药，还有很多枪，还有这个什么零食啊、水啊、绷带啊、药啊，什么玩意都有，啊，什么都有。你看这城市多好啊，啊，有钱，城市有钱。牙膏，方舟是晚上9点，你在那边跑。谢谢空萌叔控大萌萌送的66，谢谢。这是个什么玩意？荧光棒，不是，垃圾。
哎呀，垃圾，不要了。还不如平底锅呢，垃圾玩意。啊，打那么多下，棒球棍。哎，可乐，真垃圾。我刚才进的是这个屋子吧？啊，我来这个屋子看一下，这个屋子还没看。你在采血？采血？什么血啊？啊，采什么血？什么玩意？喷子啊！哈哈哈哈！简单吧，喷子。啊，逗逼！浅蓝，你在农村搞个车过来接我呀？有没有车呀？搞个车过来接我呀？手枪！你要死了？你怎么又要死了呢？你看我发育多好，你怎么无限死啊？你按微键切换第一人称，用拳头打僵尸，就打头，这样它会无限硬直。你看我发育多好啊，死想死都死不掉啊，多的是枪。什么？垃圾信号枪，垃圾。农村好多僵尸。农村全是僵尸，你不要跑，你自己看，你僵尸多，你爬着走。僵尸多，爬着走。你这样一跑，一群僵尸跟着你，你肯定会死啊！你看我什么时候跑过？啊，我有枪我都不浪，妈，更何况你没有枪的呢，对吧？那我都一只一只拉，我都一只一只拉，妈，你一群一群拉的，啊。你看这平底锅多牛逼啊，比那什么狼牙棒好使多了。我都不用子弹，都不用子弹。怎么全是低级僵尸？有高级僵尸啊，高级僵尸四肢着地，疯狗，疯狗僵尸，哈哈，好他妈凶啊！那个必须用枪打，必须用枪打，不然会被秒杀。你也不知道哪一只高级僵尸，他没有狂暴。还有 boss 啊，还有 boss。我知道去红楼物资多，但是红楼在哪忘记了。那去红楼，红楼捡一波。哎，红楼是不是这个城市啊？红楼是不是城市？如果是的话，应该是在前面吧？应该在前面了。如果是这个城市，我应该在这块。无伤，这什么玩意？手榴弹呢？又逼用？哎，这什么帽子？不好看。抽！我操！不行，带不动。哎呦我操！把子弹给卸了，水神给下了。哎，这个好像不太好哎，这个
这个大斧子好不好？感觉砍的挥的速度有点慢。大斧子好像不太好。垃圾！哎，他妈，我还被僵尸给打了。念吧。哎呀，还不如平底锅呢！尼玛，这什么垃圾啊？什么垃圾？我操！我吃个零食，垃圾！谢谢骑着奶牛上高速送的一个大奶瓶，应该前面就是红楼了啊。你来找我了，行，我就在这个城市里面，你过来找我吧。我操，有人，有老外。周围有人，周围有老外啊，怎么办？我他妈，我要是被爆了就亏了啊。老外开枪了，就在周围。谢谢荔枝石阁送的188荧光棒。他从这边走过来的话，我阴他。有老外啊。怎么办？好怕，我好怕！谢谢把梦留给心，466，你懂吗？我好不容易捡那么多物资，我不想死啊！我不想死。尼玛，我都不敢动了。我看这个僵尸从哪边跟过去。我就知道它的位置了，是不是在里面啊？在这里面有老外啊。我操，这老外有枪，我操，存物资存不了啊。GMO 的什么什么 Hill， 这老外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我先进这个屋子吧。这么大瓶矿泉水啊，够喝了。他不会在楼上吗？老外，这是红楼，物资最多的地方。老外在不在这？这什么玩意？哇，船桨！我操！这是物资最多的一个地方，红楼。钢板，拿一个。钢板。
这个是什么？扳手，我操，不要。蜡烛。有老外，有老外，有老外在用对讲机，我操！这里面有老外怎么办？有老外在用对讲机。慌啊，有点慌，我听到了。我说怎么有对讲机的声音呢？我操！那老外在这里。还在讲话啊，不是把它撸了。我好怕啊，我好怕。怎么办？有队友就好了，没有队友啊，我单撸老外啊，我打不过。我新手，他老司机。他老司机啊，我虚啊。老外老司机，我虚。不是，我守株待兔啊，守株待兔。你们过来救我，你们过来救我。喝瓶可乐，喝瓶可乐，再喝瓶可乐。老外听到我枪声了，又过来干我了。守株待兔啊！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换枪了，没子弹了！我操！我就知道，我操！我就知道啊！我的物资啊！哎呀，老外把我干死了，老外把我干死了。我就听到他们在讲话吧，我还放了个路障。不行，我要报仇。这不想取名字送的五十岁老司机。我扫了一圈他跳出去了，你好。谢谢兔米送了老司机，谢谢兔米。不是，刚刚那僵尸进来，我们也没法不开枪啊。没法不开枪，哎呀。我的物资啊！
吓死老子了，我去，吓死老子。谢谢藏月送大瓶，谢谢藏月。不是，我刚刚那阴一波，我早知道用喷子了，用喷子擦死了。啊，我刚才子弹打完了，我想换喷子。换枪的时候，我操！死逼啊！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死了死了死了！哎，我要去报仇！我要去报仇！我要赢他！我靠！我一定要赢他！啊，我点个烟。本来就慌，你知道吗？你捡了半天生存游戏就这样，你死了装备全爆啊！换谁谁不慌？谁不慌？你们不慌吗？啊，我刚才都怕得要死，别人都玩好久了，我新手，不可能不慌的，玩这游戏不可能不慌的。我趴下干嘛？我怕他看到我呀、啊！我趴下，怕他看到我，他在外面能瞄到我，趴下他又瞄不到我，他跳进来杀的我。哎，我操！我是在周围复活的。运气比较不错啊，复活刚好复活到这个城市周围。慌，我的手抖。你们要玩这游戏，你们也慌，手抖，真的手抖啊，心里很紧张。这不是 CF， 你 CF 无限冲，无限冲，无限射，无限死，子弹无限。你这游戏捡物资捡几个小时，然后被打死就是一波。我告诉你，这游戏你妈有些人躲在这个树后面躲十个小时就会杀一个人，你 CF 能做到啊？我看你慌不慌啊，我看你慌不慌。谢谢冰，谢谢冰比，你这能比啊？我操，还 CF 呢，你妈，我就无限冲就行了，你妈怕鸡巴毛扫。你这个游戏不一样啊。哎，前面是个农村啊，我怎么跑到农村了？这边好多僵尸，好烦！我直接去城市，我直接去刚才那个红楼旧城区，是吧？谢谢乖得很送的老司机。你在印地？什么印地啊？印地啊！爹嘛！农村搞不好还有狙击，我操，有狙击我不怂他，有狙击我直接在这高楼上面狙他了，把狙死。农村搞不好有狙击是吗？你看农村房子里面有没有？哎呦，一个草帽，一把手枪，沙漠之鹰啊，左轮吧。应该是左轮，左轮弹。你们听吗？这枪声。妈的，农村都有老外，好烦啊！大剪刀，哎，农村的老外啊，哎呀，农村有尸潮是吗？而且刚才那个老外是个高富帅，全身武装，有防弹衣。再加上夜视仪，头上还带着夜视仪。老毛子，老毛子你来了，老毛子。
剪刀神器。老毛子过来救为师啊！我操，这个开枪的肯定是刚才那个老外啊！不是你们在开枪吗？啊！对，两个老外打起来了。看刚才楼上一个老外，楼下一个老外，两个老外打起来了啊！就砰！不，他们肯定会死一个，他们肯定会死一个。CAPP， 镐子、平底锅不要，我主要是剪刀牛逼。扳手、喷子、背包。就一发 ，Winchester， 一发 Winchester， 三发左轮手枪。剪刀神器，你看，哈哈，神器，哈哈，比那平底锅好用多了。我操！近战剪头一下，我刚剪两下。没有爆头，近战剪头一下秒杀，我操秒杀！这边有土堆，有线，这边有老外打过架，这边农村老外都打架啊，行，我到了，就前面那个楼里面都是老外，哎，有点胖。有点怕啊，食物罐头，夜视仪没有，夜视仪高富帅的用，高富帅用的。不过这个游戏淘宝上面可以买装备，买装备几块钱吧，狙击枪几毛钱一个，流血了打个绷带，狙击枪啊，喷子啊，机枪啊什么。狙击是1块钱一个，然后那个其他的枪，谁呀？我操！知道一起吗？我一起不了啊，天都黑了，我看都看不到了啊，爷妈，这僵尸干死了一喷，我操，来了四五个打不过啊，谢谢寡人啊，天黑是看不到的，天黑除非有夜视仪。不完了，这垃圾，你死了4次，你被僵尸打死4次啊！你看你们这些新手，你看啊，我说了这个游戏你们新手连装备都捡不到你就死，哪像我捡那么多啊！然后又这个又那个，还有枪，哎，老外干将，
你知道我在哪？你知道我在哪？我在旧城区红楼这个区域。红楼这个区域。冰枪是神器。我看有没有加州服务器啊？那有一个服务器打僵尸会爆枪呢。爆了枪之后，这个是收集服。还有战争服。这个天黑我看不清，所以我才死了，知道吗？看不清才死。谢谢出尘。第四个应该是加州服务器，我看加州服务器。这是加州吗？加州没有人吗？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加州，这边如果是加州的话，可以打几个枪是爆，都没人玩啊。这个以前很多人呢，现在人少了，现在人少了。谢谢小床送的吗？花钱花钱。